20日，有媒体爆料称，54岁的搜狐 CEO 张朝阳与神秘女子聚餐的照片疑似恋情曝光，开展忘年恋。据了解，现已与小女友在公寓中同居。爆料者称，张朝阳携女友出现在北京东三环某高档酒店用餐，二人还在用餐后一起回到公寓，并彻夜未出。在爆出的照片中，张朝阳与神秘女子均头戴白色棒球帽，该女子容貌俏丽，看上去十分年轻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哦。